哎，今天有趣喽！先玩啥呢？先玩一些怪怪的东西。这直播机呢，爱怎么转就怎么转。可以遥控，可以九分割，经过会计师指导。可以刷 logo，还可以刷字幕，还可以这样子。这样子，就这样子呗。自由定角度哦，完全没有限制的。现在操作示范的是 MG Light、MGV Two，拥有三轴稳定，各式各样的坡水平角度，坡到不知道坡的时候，转个正就好了。好，今天聊什么？现在是在大马路边，让你听听它的噪音。这是真的声音，吵得要命。咻。这是 M4 的声音，M4，Boss 这边推荐它，物美价廉，它可以进 iPhone 7、安卓都 OK 的。如果你要插到鼻孔里，我也不反对。今天要弄的东西呢，很多，基本上是直播、收音、打灯的所有方案，包含了这种麦、无线麦、M5。2980麦克风，三款直播用的灯，现在打的是乐华德意志带电源灯。好，先讲解这个。我们首创开发的这玩意儿。做啥用呢？你猜猜。全世界的稳定器都没有给热靴，因此毛起来不方便。原本呢是要别的，后来没别。我先把麦克风声音再调大一点。好，这样有爆音吗？这样有爆音吗？回复一下吗？现场的来宾太小。好，现在声音怎么样？好，现在声音怎么样？这里也可以调，爆了哈。直播，同时能够收音、
监听，赞了、啊。好，现在这是 SPG Life， 还有 G4 Pro， 我们现在狂推的两架超好用的稳定器，可以打灯收音。这是 BOSS 发明的稳定器专用灯架、麦架，称之为电子稳定器热靴架。这个东西只要有稳定器的人，看到必买，因为实在太方便了。不喜欢用粘的，通知我们。这 CM 的胶很黏，强固性还够。接着把灯靠上去，好，咋办呢？打灯呗。按着不放，没电，没电。开另外一台，黑的，声音呢？好吗？里头有各种色片、色裸光。多段调亮，里头的配件有充电线、灯夹、手机夹，它是这样用的。它里头还有热靴、耳机头，让你插耳机孔用的。把灯装在这里，手机靠上去，这样就直播了。它还躲了一个小秘密，这里撕开。就到处粘，所以可以插耳机孔，可以上热靴，多很方便，也可以架到这里来，热靴支架，再来，哦，外面真的很吵。嘿嘿叫，
那个隔壁乔治中学的小孩，我告他，脏话吗？骂满天。好，这是这个产品的威力。这个叫什么灯呢 ？L50 补光灯，功能超多的，单眼相机 ，OK 的，稳定器用 ，OK 的，手机用 ，OK 的 ，GoPro 用，好用的。这就是这个灯了。好，现在直播的是 Mibo。Boss 今天是声音麦克风给大家，现在收音的是 M4 麦克风。这架没拍音。我声音开得有点爆，哦，飞机声音过去了哦，飞机啊，飞机声音过，飞机刚从上面过，咻咻叫啊，好，他的麦呢，在大环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下，只能说了，实在太吵了。但是我们来比较一下，这是 Mibo 的声音，空，更吵。L50 LED 灯，提供你直播，手机，单眼。GoPro 各种补光需求，目前来讲是功能最多的一支灯。我来看有没有什么介绍。麻烦参照网页 L50 CM-L50 好 M4 麦克风，现在这是 M4 麦克，这样有比较好吗？声音啊，如果喜欢的话告诉我们，以后就用这只收了，哦，要不然其他的蛮吵的。好，接下来要玩的是手机，收音，三轴陀螺仪稳定器。为什么会重这么多？因为这里还有搭一颗镜头，搭一个那个稳定器。那个手机稳定器要用这镜头，啊，现在缠得很死啊。试的结果大家觉得咧？
这只麦呢，我个人觉得，还不赖哦。再来就是说，哎呦，好，现在跟大家讲其他的装备哈。直播里头线会不够，要这种三拼延长线，这里有三拼，这三拼延长线呢，让大家工作方便。我把声音调大。那现在这是导播台，看到 boss 吗？看到产品了吗？对了，好，它可以自动 take，我也可以把 take 关掉，auto take 关掉，都关掉了。好，现在全手动 take，好，全手动 take，好。怎么还 take 过来嘞？我看看，好，现在设定主题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五个、六个，没那么多主题啊。风太大啊！好，现在看到这个画面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它自己还会调亮，哦，还不错。然后在这边呢，auto take 的速度。我们要慢，调到乌龟去就好了。它跟着人的脸还不赖哦。应该我要放在那边，比较视觉比较对。但算了，凊彩了。阿伯嘞修学费啊，大概好不懂啊？好。这是我挺你二代，补光灯。用来装置在。好。记得哈，要装这个补光灯架的时候，一定手不要去摸那个胶，还有那个上面这里。啊，现在知道了，它后面是那个凹凸不平的面，所以呢，SPG Light 它没有办法加，对，这里都是那个磨砂面，吃这个吃不进去，粘不住了，就要必须改成这种夹式的，这叫夹式热靴，夹在这边，这边热靴。今天难得哈，拉他就，今天才有办法玩得比较尽兴。现在这个麦克风是 M4，接下来是 M5。打开，on。
我把它调到那边去，这样 take 起来比较正确。好，现在这是一个行动的直播装置，我们把麦克风呢扣到这里来。这样一拉一捅，导播台完成，还可以在外部录音一支麦克风。现在马上外部录音，再来装一支麦克风。风，哟，全部都是公母头的呀，没有公公头啊，那就真的不好办了。有人吗？好，这个不带电的，声音不够，要带电的，声音才会过来。王博，帮我拿公对公。好，调的有点大声哦，收小一点。好的，玩到现在了，跟大家报告 ，Mivo 呢到底能撑多久？你只要加行动电源。八个钟头、十个钟头，随你录啊，真的厉害。好，当你加上稳定器之后，我停你二代灯，在这，他就停你了。多段的，直接扣到稳定器上就行。另外呢，它还有热靴，目前这个稳定器是机师 Pro 给我一个，机师 Pro 给我一台，还有下面要有那个三脚架，机师 Pro 看能不能，因为这一台的这边凹凸不平是磨砂的，粘不上去啊，可以热靴单眼用。刚示范过耳机孔了，再来万用哦，多万用哈、哦。这么多万用，声音被我按到。它就形成了这个样子。这支稳定器呢，直播起来就更牛了，牛魔王的牛了。好，
我们来看看机师 Pro。OK 的，看看哦，机师 Pro。那这个配重呢，在现场被人家给弄掉了，所以呢，一样可以用。这里扣手机夹，干嘛？直播，监播用。你播出去，要跟人家互动，跟人家互动用的，还可以收音。改成 GoPro 5都 OK 的，这一支超轻便，我们设计给谁呢？我们建议给 女生用，因为它很轻，摆在你的包包，很大的。这一支男生用，因为这里比较粗。如果来这边，记得跟我们讲，我们给你你是我兄弟的那个套子。会握起来比较舒服。机师 Pro 强势推荐，好东西。今天主要测试的目的呢，声音又跑掉。Mivo 有个问题，它声音一旦 overload 的时候，嘣，直接就 over 了，就趴下了。这也是他的一个问题，处理不好就很容易爆掉。好，我们 auto take 拿掉，怎么拿掉呢？有点搞不定。要问我们的王博王小朋友。好，现在一个机会示范。告诉大家没电了，它没电呢，没电就会噪音，麻烦把电池换掉，待会换个电池再过来，现在让它自己 auto take， 同时呢收。Mivo 自己的声音，因为我们在这边玩的东西呢，都是很多都用一次就不用，因此呢，电池都不会用得太好。如果你工作用，务必记得电池不要买得太差，都要买进口货。要不然这种路边摊电池、玩具电池，很快就没电。
Test。现在把声音送上去。好，送到这边来，有声音了吗？好，声音有了吗？好，声音好了哈。大家记得哈，这也是个机会教育。我们常常就是把这些错误哈跟大家分享。尽量让每个 take 的地方都有画面。好，接下来我请一个朋友进来，跟我们拉迪赛。嘿、hey, ，大家好。哦，嗨，这个是阿翔。大家好。好 ，take 这也是破关。哦。好，然后来聊聊，来聊聊，等一下。哎哎哎。这就你最新引进的对对对，现在在弄的直播导播机，王博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，他会一直 take 哈、哦，我不要他 take。哦，原来那边要切掉，他现在就手 take 了，然后他切的时候。那这两个地方干嘛的？这个东西干嘛的？这个是跟脸嘛？哦。对啊。啊，这跟什么？就是直播跟谁？直播跟谁？废话，我当然知道。问他是怎么动作，他没有跟我啊。有。OK 哈、哦。好，所以画面出去，他会跟着我脸吗？多几个脸就。是哦，好。来，阿翔，这支麦克风给你，这支你的，大概这个距离。OK。Mivo 有个缺点哈、哦，它的声音爆的，一旦爆就是爆，比较头痛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接一支我的，阿明过来，再拿给我，那两支。然后把这个工对工打开。那我们呢，可以自由的控制画面的位置。哦。透过它的蓝牙传输。它是蓝牙。嗯。然后这一段 WiFi。哦，白兔最近怎么样？最近比较忙一点，对，比较忙、哦。对对对，十月、十一月婚礼的大日子啊。大日子啊，很捞很削一下。还好还好。对对啊，最近有没有一种很爽的感觉？就是有了小女朋友。对，超级幸福。每天都赶快想回家，每天都搂在手里，乐不思蜀啊！是啊，好，那 boss 这边的声音也进来了啊、哦，我看看是不是有装错啊？好 ，test
test test， 很快哦，我的声音有进来吗？还是在手机这边？讲话，讲话 ，test test， 一二三，有 ，test test test test， 哦，这个接近那个的很厉害。毛起来的那个，白兔最近的婚路市场啊，有什么变化？技术上来讲，哦，跟一两年前增添就变化很大。那现在客人要求的画面啊，跟之前都不太一样。以前比较偏记录式，现在的话他们会讲求，譬如说空拍啊、华丽的类婚纱啊。还有就是对于周边的像白纱、戒指等等之类，要求拍摄的会很不一样。嗯，对，往往都会拿。坐正一点。好。我现在感觉是小怕点。小怕点。好。这里的声音呢？是麦克风。那另外干扰的音源呢？来自于哪里呢？现在有两个声音。一二一二，好。既然测麦克风嘛，就一定会有好有坏。啊，如果都测好的话，报喜不报忧，那就不叫测了。好，很好，差不多了哈。